一牧童到地洞中去找失踪的羊，无意间走进玉皇陵地宫，引发大地震。秦始皇陵号称千古第一陵，是一座充满了神奇色彩的地下王国。千百年来，秦始皇以其宏大的规模、空前的厚葬而吸引历朝历代的盗墓者的目光。传说中国历史上有四大牛人对秦始皇陵进行了盗掘，引发了一系列大谜团。据史书记载，最早对秦始皇陵进行盗掘的是西楚霸王项羽。据说项羽入关中后，杀了包括秦子婴在内的秦朝贵族，并将咸阳洗劫一空。随后他率30万大军去到秦始皇陵，并将里面的宝物占为已有。这30万人整整运了一个月也没有运完，于是项羽将剩余的珍宝付之一炬。然而这个传说并不可靠，理由如下。一是据专家们研究认为，秦始皇陵的地宫构造极为复杂，里面机关重重，水银成河。且不说项羽正身于群雄并起的乱世，争夺地盘、平息内息等，就有他够劳累的，更别说有空闲带30万军队去盗墓了。二是据专家们现场考证，秦始皇的地宫上的封土没有局部下沉的现象，夯土也没有较大的松动，整个封土层上只发现了两个直径1米、深9米的盗洞，而这两个盗洞离地宫还相差甚远。如果项羽动用30万士兵盗墓，封土不可能还能保持这么好。三是史书里并没有对楚军如何进入秦始皇陵盗宝，是否有士兵中了里面的机关的暗算，是否被水银毒死，究竟盗了哪些宝物只字未提，可见编造的可能性很大。盗掘秦始皇的第二个嫌疑人是一个无名的牧童。据汉书记载，一个牧童在秦始皇附近放羊，其中有几只羊掉进了地洞中，牧童便打着火把到地洞中去找羊，结果越走越深，无意间走进了秦始皇的地宫。再后来火把失火，把地宫点燃了，将秦始皇的棺椁及洞内的珍宝都烧为灰烬。然而这个传说相当不可靠，据专家们分析认为这是无稽之谈，理由有两点。一是牧童焚毁事件发生在汉朝以后，而从西汉开始，政府已派专人对秦始皇陵进行了保护，一个小牧童怎么可能进入保护区，还进入了皇陵。二是据史书记载，秦始皇陵地宫以水银为核，千百年来水银蒸汽早已弥漫其间，而且墓道内弓弩暗箭一触即发，因此就算牧童长了翅膀飞进了地宫，地宫里的机关及水银蒸汽也早让他的小脑袋搬家了。盗掘秦始皇的第三个嫌疑人叫石继龙。石继龙是16国后赵的国君，他统治着河南、河北等大部分地区。石继龙生活荒淫奢侈，爱好收藏古董，一旦听闻有名气的陵墓，便会予以盗掘。史书上说，他盗掘了秦始皇陵中的铜柱，并铸成了各种器具。但考古家很快否认了，因为在石继龙的墓穴中并没有看到铜制物品，而秦始皇陵中也不一定会有此类东西。盗掘秦始皇的第四个嫌疑人叫黄巢。黄巢是唐末农民起义的领袖，相传他也对秦始皇陵进行了盗掘，但专家们认为这是天方夜谭，因为如果黄巢盗墓，为何至今没有留下大规模的破坏痕迹？再说他和项羽一样身处乱世，安身立命才是关键，根本无暇顾及其他，更别说干出盗掘秦始皇陵这样的旷世之举来。秦始皇陵究竟没有有被盗过，谜底只能等秦始皇陵真正被打开的那一天才能揭晓。